是。请。是。有劳雷大侠深夜到此，不到之处尚请原谅。岂敢。丞相命老夫寻访大侠，送上丞相亲笔密函，请雷大侠过目。当今国事先急，边关守城官兵因军粮缺乏危在旦夕，朝廷虽多次遣送官银，乃途中数度被劫，官气极相，劫银匪徒非泛泛之辈，乃武林高手所为，故特请雷彪大侠相助，收回失去官银，暗查劫银匪首，为国除害为扬。丞相属下官奉上腰牌一面，锦衣一套，特命雷大侠为朝廷锦衣卫前往寻回失银，查得劫银匪首，格杀无论。根据护银将官回报，官银队伍每进石虎镇附近之黑沙滩即遭劫阻，官兵死伤惨重，官银尽数被劫。推测之下，劫银者必为武林高手。丞相认为，当今武林之中，唯有雷大侠方能为朝廷出力除此祸害。据报，劫匪势力可能盘踞石虎镇一带，石虎镇外周围十里似有匪徒出没，丞相的意思要大侠不动声色，暗中查访，必要是改容换装，以追回失营为重。国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雷某人在所不辞。呀，马到成功，请尽速启程。雷某人领命，明日清晨。动静都没有呢，到石虎镇这是必经之路，一定会来的。官银会不会由这儿经过呀？别他妈的多啰嗦，要运到非经过这条路不可。哦，是。官府派了武林高手雷彪
来查接官银的人。怕什么？来了照样把他宰掉。我看这小子来路不正。哎，你是哪一道的？快说。问你话，你听见没有？给钱呢？哎，小二，嗯，有房间吗？嗯，有，有。刚才出去那些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？是黑虎堡镖局的。知道这堡主是谁？要真是高手的话，我倒要会一会他。堡主，杀伤吴汉那个小子可能是官府派来的，天掉下来由我挡着，你们不用怕。是，大镖头在。二镖头在。你们大家听着，以后
要多留意来到石虎镇的外乡人。是。当一百两。客官，别开玩笑了，这什么东西要当一百两啊？怎么，黑虎堡镖局的匕首不值一百两吗？值，值。黑虎堡镖局的匕首不值一分钱，怎么能当一百两？妈的，你是什么人？要你来管闲事？哼，我是你老子。好小子，你！说，你们堡主是谁？好小子，你说。来吧。是不是官府派来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哼，死路一条。
小兄弟，快到客栈等我。就是他，大镖头、二镖头，上次杀死老妖青铜的也是他。哦，这小子是存心跟我们作对，我看他是有所为而来。今天晚上动手，替老妖报仇。我母亲惨死，妹妹被抢，数年来我到处查访，才知道黑虎堡的人在石虎镇上开设黑虎堡镖局，所以我只身前来，希望能救出妹妹，杀掉堡主，为母亲报仇。嗯，听说黑虎堡主雷虎武功很高，你贸然而来不是要吃亏吗？我知道雷虎的母亲在石虎镇外居住，我想请得其母作为人质，也许。哦，客官，茶来了，小心外边有人呢。
先在这儿躲两天，把伤养好。报仇之事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多谢雷大侠，我自知所学的武功有限，如今我只想救出我妹妹。以后还希望雷大侠大力相助。暂时我要隐姓埋名，混入黑虎堡，暗查被劫官银之所在，等你伤养好之后，马上恢复女装打扮，再回镇上，免得被他们认出来。至于救你妹妹之事，我会与你联络。你安心养伤吧。雷大侠。你要走？我要回石虎镇去。雷大侠，现在客栈前后、石虎镇内外都被他们团团围住，你回去不是送入虎口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就是要自投罗网。Hey, man!
三番两次的跟我们作对是什么意思？久闻堡主大名，想来领教领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佟林。佟林，好，让本堡主试试你的武艺。松吧。松。黑虎堡非常欢迎像你这种武艺出众的汉子，多蒙堡主提拔，日后自当效力。嗯，既然你肯留在黑虎堡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本堡的总镖头。恭敬不如从命，只是恐怕你手下的弟兄不服我吧。有我，你放心。嗯，来，你们见过总镖头。总镖镖头，免。弟兄们一直害怕朝廷派来的锦衣卫雷彪，前几天你们已经见过总镖头的武功不凡，以后有我们两个人在，武功再强的高手也不用担心了。是是，来。嗯，you
关营的锦衣卫，现在是这儿的总镖头。关营是否藏在这里？没有。我走了。总镖头，我姐姐她……别担心，时机一到，我们会救你出去。总镖头，有刺客！快追！是，快追！刚才他们叫你总镖头，我已经混进来了。哦，翠凤姑娘，怎么不等我跟你联络就闯进来了？啊，我是来接我妹妹的。这里戒备严密，不易得手，而且现在时间未到。雷大侠，是否已查得关银之下落？关银确是黑虎堡镖局所劫，但不知藏在何处。镖局上下我都搜过，毫无踪迹。雷大侠，你可知道雷虎住在哪个房间吗？你暂时还不能行动，我这次来一定要找出失去之关银，你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啊，关银会不会在他母亲住的地方？也许。你先回去，以后我会设法与你联络。好，你从后门走。总镖头，堡主有请。经过黄三跟江涛半个月来的查探，昨天回来报告说，消息已经确实，这次官银为数不少，将于明日黄昏经过石虎山下，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行事。
这次官府特别派来了护送官银的锦衣卫，听说是武林第一剑手雷彪。明天你们两个人在山后大树林接应。啊，保庄主。总镖头，这次抢劫官银由你带队。啊，是。下一时大意，未待真刀出斩，想不到伤于雷彪之青竹剑下，致使劫银失败，愿受堡主责罚。雷彪竟然这么厉害，下次你我联手对付他。总镖头，你好好养伤吧，以后我们再商议对策。是。堡主，这次劫银弟兄无一生还，总镖头的武艺高强，为什么不与雷彪周旋？况且总镖头只是手背上挂点小彩。蛛丝马迹令人可疑，莫非总镖头与雷彪之间？哈，我们要同心合力地对付雷彪，不要乱猜疑。二位是石虎镇黑虎堡镖局之大二镖头，今日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不敢。久闻黄镖主玄风剑之大名，一来拜见，二来是通风报信。哦，听说不久以前贵镖局之镖银被劫，其中有县太爷呈送朝廷之贵重物品玉狮子。这是本局的耻辱，也是本局的机密。二位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就是来报告镖主这个消息。
真知道劫镖的人是谁，及镖物到底藏在什么地方。哎，当然，但是我们兄弟两个人只能通风报信，无法相助。这话怎么讲？劫镖者武功高强，我等万万不是他的对手，就连镖主的旋风剑恐怕也略逊一筹啊。镖主如果想夺回镖银的话，还需再另请高手。到底什么人？他既然不顾江湖道义，我一定要联合所有的镖局，让他好看。奇怪，你们为什么要跑来通风报信？莫非不怀好意，用计不成？不，因为近来有些恩怨，他已经不容我们兄弟二人，所以特来投奔镖主。正是。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们的话是真是假？现在爷的玉狮子啊，玉狮子果然在此啊。各位镖主，深夜造访有什么事吗？雷虎，你不顾江湖的道义，竟然抢劫我们的镖物，特来问个明白。镖物不保，只怪你们自己的武艺太差。好，你既不仁，我们也就不讲江湖道义了。有本事的来拿。狮子在我这儿，是你的心腹手下，这
帮凶彭飞。雷虎，武林第一剑手雷彪也在找你，你横行不了几时雷大侠，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下手？我雷虎今天毫无防备，我们一定可以杀了他。不，为什么？观音的下落没有找到以前不能动手。你看雷虎会不会把观音藏在他母亲住的地方？也许。那么我们再回去查探个明白。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雷大侠，你先回师傅等候我的消息。好。银姑，银姑，爷，黑子还没有回来。没有，娘，您先睡吧。我睡不着，我要在这儿等他。哦，银姑，刚才外边是不是黑子又在杀人？没有啊，娘，我不骗您，黑子他是回镖局去了。一定是黑子在外边闯了祸，人家找上门来了。不会的，我明明听见打杀的声音。黑子到哪儿去了？他已经走了。我劝他多少次不要开什么镖局，天天动刀动枪的是要偿命的。要是小柱子在家该有多好，他是个好孩子，20年了流浪在外面生死不明。我真后悔他娘死后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怪我太偏爱自个儿的儿子，把小柱子赶出家门。他一定会恨我。不会的，他生性忠厚，他一定不会恨您的。可是他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从前我太对不起他了。娘，柱子哥如果他知道您想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他跟黑子到底是同一个父亲。他娘死得早，是我把他带大的。我盼望有一天他能够回来，弟兄俩开一个正当的铺子，太太平平的过日子。18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着他。
回来了。黑子，你娘，他不是啊？你是谁？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小柱子啊，小柱子，英姑，快给我看看是不是他。是他，是他，娘，是他。小柱子，小柱子，娘，孩子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娘，你的眼睛瞎了啊？坐下吧。都是想你想的，自从你离家之后，娘这都错怪了你。娘天天掉眼泪，怕你回来把眼睛给哭瞎了。幸亏有英姑服侍我啊，她嫁给你哥哥了，现在是你的嫂子啊。大嫂，柱子哥，请坐。娘，雷虎就是黑子大哥吗？是啊，十年前他就改名叫雷虎。小柱子，你走的那一年才只有九岁，一转眼就20年了。是，我只恨没能早点回来报答娘养育之恩。柱子哥，你样子都变了，要不是你自个儿说出来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跟大哥在一起那么久，我们都不知道是亲兄弟。我一定要亲手宰掉张雄、彭飞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这两个人心术不正，去了也好。堡主，最近仇人纷纷找上门来，你以为我怕他们吗？这批人固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要是连累你的家人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不如收山退隐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今堡主树敌太多，只怕防不胜防，所以反叛者死，任何人背叛本堡，就要他死在我的刀下。
啊！主子，娘知道你是武林第一剑手雷彪，是朝廷派你来捉拿黑子的锦衣卫。英姑都告诉我了，我不怪你，谁叫他闯下了滔天大祸。主子哥想尽办法暗示黑子改邪归正，可是天下父母心，总希望自个儿的儿子走上正途。自从我知道了这件事，娘费尽心机还是劝不醒他，所以我决心逮捕他。主子哥，黑子武艺高强，他不会俯首就法，到时候免不了打杀起来。柱子，你有任务在身，我不该阻拦你，可是黑子到底是我的儿子，你们到底是亲兄弟呀。我把他惯坏了是我的错，我不能替他求情，但是我不忍心看着你们兄弟相残呢。娘，我又何尝愿意呢？我不敢说要你报答，只求你看在我从小把你带大，念在你死去父亲的份上。小柱子，答应我，留他一条生路吧。娘，我答应你。
翠英姑娘。啊。我跟你姐姐约定，今天晚上就你出去。啊。现在她在墙外等你。嗯。走。奉命追查劫银者，杀之为朝廷除害，限三日内将所劫官银交出，携手归正，否则革。好大胆的雷彪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堡主，你的总镖头是怎么干的？人被抢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？雷彪的青竹剑威力无比，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看，哼，我一定要劫取官银，与雷彪势不两立。银姑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特地来告诉你官银所藏之处。哦，在哪儿？我要你答应我，找到官银以后带我一起走。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应该忠于大哥。他根本不把我当人，我受不了，我要跟你离开这儿。不，我有朝命在身，况且你是我的嫂子，大哥所作所为你有责任劝劝他。娘年纪大了，更要你伺候。他是个没有人性的人，娘说他已经无药可救了，我不能再跟着他。柱子哥，求求你带我走。哼，好小子，竟敢勾引我老婆。堡主，不是的。雷，你不要错怪他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清晨在黑水滩等你，我要跟你决一死战。银姑，是的。
娘。把您交出来，否则请住进雷镖。大哥，我是小柱子。小柱子，想不到武林第一剑手雷彪竟是你。大哥，你屡犯国法，我奉命前来扑你归案。念在兄弟之情，只要你洗手归正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放我一条生路？哼，我在江湖上闯荡20多年，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。别以为你的青竹剑天下无敌，今天我倒要跟你较量较量。小柱子，来吧。
哎，殿下，哎，哎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。